袜子。我那哎，这样就不会滚来滚去的。对呀、啊。就很好剪的。真的哎。来。我们把车子的球放进里面，然后把妈妈撞起来，然后把妈妈说好痛啊。预备，投出高空球。我，你看，这样就不用一直捡球了。你看，好，痛了，高空，高空臭袜子，高空臭袜子啊！然后你们在那里睡觉。高空球，哦，这样你也打得到。对啊。再一次，高空球，嘿嘿，没有打到。看我的，高空球。这个是高空臭袜子，高空臭袜子，喂，哈哈，你看你都没有打到了，投出，哈哈，又没有打到了，耶，我赢了，你输了，哦，妈妈的袜子。球，完又没有打到，完你是不是没有力气了？有。高空球，我。没有力气了就睡觉了。有，我有力气。高空球，五，可以耶。对呀。真的还有力气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在这里说了，喂老板。高空球。哇，你看你没有力气呀、啊。高空球。高空球。你看没有力气了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你没有力气。还没呢。可是你没有力气了、啊。你的。你都打不到了，光光球，不是这样的，飞龙球。啊，你球不打，好了，那睡觉了。要球。那你的球棒要借我，借我一下。好。你的球棒借我一下。好，给你。好，好，那你开始打棒球。嗯。好。打，好笑啊！没有啊，你要穿袜子吗？你要穿袜子。太臭了吧，那个棒子。